近日，孙红雷在横店正在拍摄新剧《一代枭雄》。某天早上，搜狐视频来到孙红雷下榻的酒店，一对男女并肩走出酒店，他们正是孙红雷和女友王俊迪。孙红雷身穿一件质地显得有些厚实的黑色滑雪衫，下身穿一条花色斑斓的短裤，混搭风格强烈。而他的女友穿着白色 T 恤和花色朴素的长裙。出门时，王俊迪笑容满面，非常开心。而戴着墨镜的孙红雷表情微露笑意，心情也很愉快。两人坐上了一辆商务别克汽车直奔镇上，不一会儿，汽车在一家简陋的面馆停下。孙红雷和女友走进店内，各点了一份拉面吃了起来。期间，王俊迪还为孙红雷拿调料，两人一边吃着，一边轻松交谈。饭后，他们一起出门乘车前往拍摄片场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